这个代加公开的教义来说，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完全是不同的。只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我们基督教所讲的这个救恩啊，我们讲的很仔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主教它本身就是很仔细，因为在这个天特会议的时候，它慢慢对我们所讲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辩驳，说我们不对不对不对对，好不好啊？所以慢慢我们就跟他越讲越清楚了，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真的得救啊，这是因信称义啊，这些教导，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少人能讲的，好像我们刚刚哪一堂课里面所讲的，有些人就是听哦，可以了，就是靠恩典吧，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恩典不是是从外在去看的，不是从这个内在，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这个恩典的注入，注入以后你要行这个善功，其实对我们来说，你做的好不好，这个不是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了，神，他看到我们问题吗？我有次去看这个国培里去布道会嘛，对不对？我有次听他讲，他就说，最后呼召的时候，他说，神戴了一个眼镜，这个眼镜是什么？这个眼睛涂了这个耶稣的宝血，所以耶稣看东西的时候看什么？什么东西都是红色的，都是看到耶稣的宝血。所以呢，田瑶做得好不好？神就说很好。路加做得好不好？有些反对我，因为路加还是有点距离。神看不看到？看不到。全都看不到，神看到戴着眼镜嘛，耶稣的宝血的眼镜嘛，神看是什么？你不要在我面前说我儿子不好，我看的都是很好的儿子，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但是在神里面，其实他看到也是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他只看到什么？他只看到耶稣的宝血。高牧，我们明白吧？请讲。那我觉得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在一个，就是说不是信嘛，因信称义嘛。那我觉得这个信里面的话，它一定有悔改，也就是说神看我们是无罪的，神看我们，他透过他的宝血看我们的话，一定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是认罪之后。是认罪悔改了以后，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神看我们是无罪的，神看我们是称义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我可以举个例子，那我前段时间我到我伯特利教会去，那他们下午有一个先知性的一个祷告，那他们给我服侍，那他们给我讲的都是神的眼光看我的。那我知道神的眼光这样的看我，但是我其实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完全，我也会犯错啊。但是神看我是在一个认罪悔改的情况下，那神他我坏的部分神他根本就不看的，他所以他看到都是我好的部分，是这样。那我的观点就是说，一定要在一个，也就是说那个信里面一定要是在一个认罪悔改的情况下，那神看我们他就是完全是透过宝血看的，因为他的宝血。里面他们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这样子。你讲的也对，你讲的对，只是说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分叉开来，好不好？你刚才讲都是讲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把它分开。我们先这个救恩啊，这个救恩本身就是有这个称义跟成圣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可以吗？这个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我们不要忘掉，这个也是两个东西，也是不同的。你不能把它忘掉。天主教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因信这个称义跟成圣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所以他就因为合在一起看东西就，
就有些混淆了。但是呢，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这些啊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他们就会把它就是好了，现在为了要解释给大家看明白清楚，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把参议，所以你看到院长的课是这个学期是讲什么？长盛嘛，对不对？长盛嘛，他讲长盛，他都没有讲参议的嘛，你明白意思吗？就是你看到这个讲长盛的，然后你要我们是两个把它分开来，是两个不同，但是是物商有关系的东西合在一起的。但是呢，如果要对天主教徒要说的时候，你把它合在一起，他不明白，我们就把它岔开，岔开。然后圣经也是一样嘛，圣经里面这个参议跟长上这两个字是不同的，所以参议这个字是个法律式的这个用语，这是这个法律式的用语，就是说，现在神宣判你是无罪了。比如说我们刚才继续用路加做例子吧，所以神认为路加是没有罪的，不是真的路加没有罪，当然你看到他有一段的距离，你看到 很清楚，可能给我看得更清楚，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在神的眼光下是什么？耶稣眼光看不看到？你明白意思吗？他所以你要从两个角度去看，所以耶稣的角度是一个参议的角度看，他肯定是上天堂的，然后上了以后还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这个慢慢要改善，不是说他没有改善的余地啊，就是说他还是要很多很多有努力的地方，但是耶稣的说最重要是什么呢？他是我的儿子，已经拿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是有罪的，不是说他真的没有罪，是从神的这个宣判参议的是说神的角度已经看他是什么，一看就看到他是义人，一看就他是好人，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传好，传最厉害，明白吗？然后耶稣也为 你所投诉的东西，圣灵就住在他心里面，然后慢慢去动工，我们这些人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可以吗？有时候我太太说我做得不好，我说哎，对，做得不好，但是怎么对，下次做好的，好一点，越做越好，看到吗？所以我也不失望，我叫我太太也不会失望，神也不会对我失望，总而言之，我就会做得好，你明白意思吗？不是我不改，越改越好，但是肯定我，这是神对我好，我也对我太太好。都是这样，你没把两个关系在里面，所以陈露所讲的是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的对象是对天主教讲呢，那就要小心了，因为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先要花了头半个小时给你看到这个角度去看东西，是他们看不到的。还有什么分享？大家因为这个教恩有很多不同的时候有很多习惯也不同，我们刚才break 的时候就是路加讲了什么他们领受圣餐，天主教是什么？他们只是拿这个圣体，他们不能喝这个耶稣的宝血，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他们的教义里面就是已经变成耶稣是圣体嘛，所以就是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就是中世纪里面就有时候就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一些农民，他们走到教堂里面，他们当时的教会是，神父是讲拉丁语的，啊，他们都不同听，他们譬如说他们是德国的农民，他们都是没有知识的，当然不懂这些官方的语言啊，所以可能圣餐里面他不小心，啊，这饼干你掉在地下怎么办？点起来你就吃嘛。但是如果这个葡萄酒掉在地下，那怎么办？他们叫快去要把它扣完，啊，这个是耶稣的宝血，不能。但是有些人不愿意的，所以为了拿他们是最大恶极的，但是要保证也是要比较好一点。所以呢，慢慢哪个时候天主教就开始说啊，那就你们不用扣了。神父怎么办？我刻给你们看，大大悲啊！所以他们在天主教就你看到神父，对，所以你们能刻吗？不要反了啊！这是天主教的规矩。有些天主教他就改了一点点就好一点，比如说圣公会里面就好一点了。他们你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对？刚才不是问为什么你不能自己拿呢？这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不要你掉下啊，不好。第二，天主教里面的我们现在是就是信徒皆为自私嘛，对不对？牧师跟你们是怎么样？牧师跟会众是没有分别的，其实没有分别啊。但是呢，在天主教的角度来说呢，分别很大。所以我看过一些他们这些当神父，刚刚当神父的见证，啊，他们就讲哇，现在的地位啊怎么样啊？所以神父看自己是什么身份是怎么样？对啊，有时候圣品员跟什么主品员啊，这是 layman 跟什么？他们是 saints， 所以阶级是很相差很远的。所以呢，他们里面也是很多阶级嘛。他们要按没有按牧的时候，没有按神父的时候，就叫做这个修士 brother， 好不好？弟兄啊，是修士。如果你是修士，也是不入流的，也是不行的。一直等到什么？他们有三种礼是，一按就不需要再重复了，是永远生效的。是哪三种？第一种是正礼，好不好？第二是这个坚贞礼，因为比如说他们是婴儿洗礼嘛，洗礼嘛，洗礼以后就要坚贞礼，就要神父要在为大家祷告，这些不能改的，不需要有第二次的。第三，这个安利礼，啊，一按中心就是你就是你的阶级就是达到这个，你就是上人了，啊，不是上人了，就是这个这阶级在教会里面，啊，达到这个位置。所以，在天主教里面，这个，阶级的分是分得很清很楚的，啊，不像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他们，天主教，所以有说话是说，他说你很有心侍奉，要当，你要侍奉的，但是你还是要当弟兄姊妹的，你就去基督教。但是你很有心要侍奉的，你要当full time 的，你要做什么？如果你要独身恩赐的，就要去天主教。为什么？因为什么？你的地位是什么？没有人能批评你的，啊，但是神父犯了什么？我这个里面讲了教会记号里面又讲到这个，讲到他们就是没有 integrity。现在你看到出的事，对不对？这些很差劲啊，在 Boston 里面就是出了嘛，现在有发现，然后原来在美国很多这些，不同的省份里面的这些神父的怎么，他们手独身，然后就是很喜欢这个同性恋这些东西啊，脸同癖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些消息出来以后，我教会姊妹他说牧师啊，以前以为生女孩要小心，现在发现是什么？生男孩才要小心，更要小心啊！原来在这天主教里面他们就出了很多这些
事情出来，啊，出了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出来呢？这是他们的会计不好，犯了事以后怎么办？要交给警察吗？交给谁？神父的事情交给教会当局，啊，教会当局处理的，什么处理也是不能罚，这是提提醒你不要做了，然后就调到另外一个教区里面，他根本是有问题嘛，对不对？你要跟他谈了以后，什么心理辅导，这么两三堂，以后调到另一个这个教区以后，他是怎么办？我认为啊，这把他赶出去了嘛，赶出去里面就是解决问题了嘛，对不对？算了嘛，不要他了嘛。他们就因为他们看神父是什么终生的啊，所以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的规矩都是在节里面啊。好了，所以就去圣餐里面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些弟兄姊妹把它 掉下去呢，他说要他就放在你的口里面啊，然后有些就是把这个葡萄酒也是不给你喝的，但是如果真的要给你喝，他跟你点一下放在你的口里面，但是主要是你不能动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神父，你们是什么？你是什么？平信徒，很平的，很平的 ，OK。第二个原因，小心，不要糟蹋嘛，所以这是不要你掉下去。所以有这些个观点，他们就怎样去处理事情，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可以了哈，啊，所以我们讲下去，开了没有？开这个电视，怎么看？别插稳了。好，谢谢。嗯，好。神父的手不要离开。禅奴的手不要离开。好。放大怎么放大？不懂啊。全屏，那个右边有一个地儿，全屏。啊，禅奴再来弄一下。可以吗？好，好一点。所以十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天特会议，他要等30年才开会。为什么要等30年呢？这个都我会发给大家，不用抄了哈。就是等30年，就是因为他当时有很多的道德的问题啊。因为那时候中世纪很多人，因为神父的地位很高，在教会里面也当时里面就是政教不分离啊。所以呢，教会就会经常影响这个政治，所以呢，很多人呢，很多在政治上很有地位的人，他就这个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叫孩子送去这个教会，等他长大以后就当慢慢长大就当神父，当了神父以后，他就做很多事情，就有什么有儿子帮忙了啊，所以但是他们根本不是真心的，根本不是要要多。做这个教会工作的，他们当神父可能是这个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叫他们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很多这个有些教王谨言，有些教王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当了教王，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品格怎么差劲啊，有些就当了这个神父啊，但是他们根本不是好的，所以呢就有些道德的问题，他就等了30年，他就天主教就把这些清取吧，好不好？清了以后，所以清了以后，他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就是教义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天特会议就现在要处理这个天特这个教义的问题。但是在处理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一种的对话啊。天主教有跟我们对话吗？没有。宗教改革的时候没有对话。啊，所以你看天特会议就会发现，最近我们有所谓的
跟天主教的对话嘛，对不对？啊，什么什么联合声明嘛，还听过没有？啊，所以联合声明呢，有些人说我们不要跟他谈话，好像不同的宗教，不对，应该要对话，应该不要不对话，对话是好的，因为对话就能把大家的分歧，虽然是不同，但是，把大家的分歧把它，就是大家互相理解嘛，对不对？然后对话也蛮好，就是感情怎么样？感情要增加嘛，啊，对不对？最近我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湾区里面有个牧师，他的这个牧师的女儿是同性恋的，啊，最后他的跟那个同性恋的结婚，啊，这个牧师我就因为都是我们宣道会，他就发这个，他就说，我从此不要见到我的女儿，我已经把她怎么？赶出，对，叫不但是叫门，赶出家门，他以后不是我的女儿，啊，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面子，他感觉，啊，就说我是，他是我们教会的，宣道会的大牧师，但是因为我是小牧师，我看事情不同，啊，我认为要不要把他赶出去？为什么？还是对话比较好。做得不好还是自己的女儿，他就是有空叫他来回家吃饭，吃饭见见他的哪个女朋友，女朋友老公，就是跟他们讲一些话，你还能沟通嘛，对不对？还能影响他们嘛，对的，还能关心他们嘛，你把他赶出去以后怎么样？你明白意思吗？但是有时候就是大牧师跟小牧师的看事情不同，但是我认为同样的，很多时候我讲这些天主教跟基督教很多就是不同的地方啊，有些误会，他说牧师你就不喜欢天主教，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只是说他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他不是我们的敌人，请记住，虽然他是另外一个宗教。但是他肯定不是敌人，你明白吗？啊，就是这样。天主教呢，他在回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我们刚刚改教的时候呢，力量很薄弱啊，所以呢，他根本没有理睬我们，根本不需要跟我们谈，啊，就是他反而说你要改，啊，你不改怎么办？打你了，啊，派兵打你了。铲除你了哈，所以有次他这个天主教，他打到这个威丁堡啊，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已经死了，啊，他一直打，最后他的打进去了，他就找到这个马丁路德这个坟墓，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教王啊，这个国王，他就很愤怒的，啊，不知道最后因为最后才，但是马丁路德已经死掉了。你的这个就是你的罪魁祸首，然后最后他的这个仆人就说：“哎，好，皇帝，哎，我们把马丁路德的骨头怎么样，把它挖出来，啊，最后他就在这坟墓里面，啪，他就最后他还是说不用挖了，他就说生人不跟死人斗，走了，斗不过他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他说不要烦了，算。”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就是哪个时候，其实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都是，道理我们一直在讲，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背啊，所以天主教他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他根本，他不理解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没有啊。其实他对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要等到这个200年前，他们才开始明白。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宗教改革已经500多年了，对不对？但是他头300年，原来他不理解我们讲什么的，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啊，他根本不需要听得很清楚。所以你看到天德会议里面呢，他就骂基督教。然后呢，天德会议第16期，因为开会是开了5年了啊，不是一短的时期。我们也是找陈露跟我念一下吧，他怎么讲？
需要遵守神和教会的诫命，只需要相信就可以了，仿佛福音只是单单应许永生，没有附带遵守诫命的条件，这人必受咒诅。啊，他们看因信称义，我们跟你告诉你了嘛，就是说信了以后，这个人啊，就是陈露也讲了，这个人其实信了以后，他肯定他圣灵在心里面，他会慢慢改，慢慢改，啊，一定会悔改的，没有不悔改的，啊，一定的啊。但是呢，天主教就误会我们是一个道德沦亡的宗教，他以为我们讲称义，这不讲这个悔改啊。好行为，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以为这个好行为这些东西是，这个是下一步神一直会改动的。一个真的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会是悔改，他一定是要改动。如果你发现有些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他们也不去教会，他们也是这个都做得不好，你知道他是基督徒吗？他没有真正的信心。对，他根本不是。但是你不要说，很难讲，很难讲，对不对？不知道他可能他有很多很委屈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基本上你都知道是这样。他如果真是真的信的，他一定是什么悔改啊，一直改啊，只是他还没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有一些委屈的原因。好像我也是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爸爸说我去教会，他就是。他就把我杀掉了，对呀，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啊，我心里有他们，你不是信耶稣吗？我也不要跟他讲，我爸爸真是很凶的，啊，所以我信了，就是后来一年以后，我就偷偷，就是他看不到我就去一下吧，啊，总的来说都没有去，就是很有委屈的原因，我也不能跟人家说我爸爸不好，我不会这样讲啊，对不对？是我爸爸嘛。但是他已经发了这个愧惧，所以我就听他的嘛，我有很有委屈的原因嘛，你明白我意思吗？啊，但是如果没有我这些原因，他还是不去的。比如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个道德沦亡的宗教，但是天主教误会了，他就说，他就以为我们说称义的人 ，OK， 不需要遵守神的律法，不需要遵守神的诫命，只要信就可以了。他这样讲，其实他明白我吗？他不明白，他以为我们福音是没有，我们只是说我们把这个救恩、称义跟成圣把它分开，先讲第一个，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可以吗？比如说跟耶稣钉死十字架里面这个三有两个人嘛，对不对？这个有一个后来信耶稣嘛，耶稣说你要。同在乐园嘛，对不对？他做的好不好？对，然后他做的好，他根本没有机会。如果要做的好，他都要死掉了，你看到吗？你发现，就是这个原因。天的会议他误会了，他就一直一开始他就骂我们基督教。你看这个里面就他误会了，然后他称呼什么？他们叫我们什么？叛徒。不是十六世纪称呼我们叛徒，到了十九世纪，梵蒂冈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还称呼我们什么？五百年前他开大会说我们是叛徒，然后十九世纪他们继续开大会称呼我们什么？仍然是叛徒。所以他们对我们友善还是不友善？绝对不友善。哎，对，你再看，二十世纪以后第二次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啊，考敏改了，谁改的知道吗？这个第二次梵蒂冈第二次会议，1961年的时候是谁当教宗啊？是约翰保罗二世吗？对 ，John Paul II， 约翰保禄二世。约翰保禄二世没有当教王以前，他是哪个地方的主教？波兰大家都知道吗？天主教是怎样的？死了一个教王，啊，他就然后他的红衣主教就是要选在红衣主教里面中间里面去选这个教王，可以吗？那这个红衣主教是谁选的？
教王自己选的，他没有死以前他在选，选了以后这个教王他死了以后，那这个被选的这个红衣主教自己里面呢，就是在梵蒂冈里面他就要有一个闭门的会议，还记得吗？然后呢就在那谈，等到选到另外一个当教王的时候，你就知道快去了，这个烟通里面就有烟，白烟就出来，就是让人家知道了。好了，那选了这个John Paul II 呢，这个教王在波兰主教，你知道波兰主教受了多少苦啊？波兰是受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受了很多苦，是受了这个，因为这个苏联德国啊全部都是首先打德国就要穿嘛，穿了以后后来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就再来一个更厉害的是什么，苏联来了以后呢，他因为是共产主义嘛，他把天主教的东西就是打算把它全部铲去啊，没有人够胆呢去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哇，这个约翰保罗二世哪个时候还是主教啊，真是太厉害了。他都是秘密在这个波兰距离有一个大概二三十公里的地方里面，因为教会已经被封了嘛，他就秘密的就是建一个另外一个cathedral 出来，然后把就是首先把这个木板就是封住，大家也不知道，因为这个 空地嘛，等到要开幕的时候，他就呼召所有的这个波兰的人民，他说如果你是天主教徒的，明天我们要弥撒，大家要去这个地方，付任何代价怎么样都要来。所以呢在共产主义里面有一个崇拜，当然呢政府听到都是要把这个约翰保罗抓了嘛，抓了以后没有所谓，你杀他没有所谓，他都是这样，这是好厉害。所以呢是靠他能够顶住整个这个天主教，能够顶住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攻击啊。所以为什么最后还是选他当教王的原因就是这样。然后他死的时候呢，当这个教王死的时候呢，就发觉你在你如果你去过这个梵蒂冈，你看到这个神父是拿什么的，不是拿圣经的，每个是拿这个公事记的，他们是很有钱的啊。但是呢这个教王呢还是看这个电视，是还是像我以前当这个穷的留学生的时候，我花了这个99块钱，以前电视很贵啊，99块钱买一个这个 box 啊，都不是我买的，是我同房就买了，我们就看这个小小的电视吧啊，他就是看这个小小的电视，那个时候已经有彩色电视了，他还是看这个黑白的这些东西。哇，这个人是什么？钱有没有钱？有没有钱啊？我告诉你，当牧师可以没有钱，但是当神父不会没钱。就是大家因为这个地位很高的，所以这个东西蛮不错啊。但是呢，他还是就是很一种的很贫穷的心态。你就看到这个人啊，所以呢，他这个 John Paul II 呢，他有什么很伟大的贡献？他伟大的贡献就是说，他之前天主教一直是他是大哥嘛，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嘛，一直骂基督教。但是呢，通过他呢，他就推动一个所谓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合一的运动。他建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专门是推动合一的工作的。然后他公开的宣告，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失落的弟兄回来吧。这个时候我们听了，耳朵听了怎么样，舒服还是不舒服？对呀、啊、人家一直在骂你。但是所以 John Paul II 是很重要的，这个合一的运动啊，这个 ecumenism，这个我们要找陈露要念念好不好？不是，下面哪一个那个第85条里面怎么讲，把学问变为经验，必须鼓励天主教的修院及修会员团体和其他教会及修会团体之间的接
交换方式，属灵或偶然的物质资源，也可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哦，那这个是他已经定了这个一个指南啊，这个指南里面啊，就是梵蒂冈第二次的会议，他就鼓励所有的修院啊，修会，又跟其他教会，其他都是我们啊，跟我们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修会怎么样？之间要怎么？对不对？以前是叛徒是没有接触的，现在怎么可以接触了、交流了？资讯交换，什么机会、熟龄、偶然的都可以，他就鼓励啊。然后呢，这个合一的运动呢，就是好厉害啊。我有次我就是看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呢写这个马丁路的因信称义的啊，我就去看一看，谁出的？天主教出的啊，很容易的，天主教的书出的是它的一定是 Paulis， 然后Jesus 耶稣会啊，这些都是天主教的机构出来的这个出版公司，然后呢，他讲这个马丁路的我就看了，因为我也懂马丁路的东西嘛，对不对？我看了以后发现，哎，他说啊，马丁路的一直想的因信称义，其实不是反对天主教，他跟天主教是什么？是一模一样的，他只是反对什么？他只是反对中世纪的一些坏的神学家。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世纪呢是我们可以中世纪很强啊，590到1517嘛，有差不多1000年嘛，对不对？中世纪呢其实是分成是三个时期，分成初期、中期、后期，好不好？然后呢，天主教的神学呢基本上它是建基于中期啊，因为天主教的神学是谁是天主教的？天主教神学最主要是建基哪一位伟大的神学家，知道吗？啊，这录的这是很聪明，你不用考试了，可以了。啊，对，这些都是考试题目哈，啊，但你不考，他们考可以了。他们的神学就是阿奎那呢 ，Thomas Aquinas 呢，就是说14世纪啊，所以呢，天主教现在的神学呢，他们叫做Neo-Thomism，Thomas Aquinas 啊，就是新汤马斯主义，就是以前是好的，现在是新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神学是 Aquinas 出来的，可以吗？但是呢，14、15世纪就是中世纪的后期，中世纪后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另外一种神学出来，这种神学呢，他就说。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马丁路的他改教的时候是批评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想法。其实我们天主教是什么？我们是中期的想法，所以马丁路的是骂谁啊？马丁路的是骂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但是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不是我们的思想。我们主要是什么？我们主要是中期的思想，所以哪本书呢？讲的越来越深奥了。他就说，所以呢，基督教跟天主教基本上是什么？差不多的。失落的弟兄，回来吧。哇，非常深奥。好，我们再慢慢跟你解释一下吧。刚才我们是不是看这个？234嘛，对不对？这个是天主教的看法嘛，所以因为他有这个合一的运动呢，所以我就让你去明白，原来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1234的，就是这里。所以呢，他就说，本来神给恩典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加上好的行为，道德上合作，然后我们就拿到永生嘛，对不对？234是天主教，对不对？24就是我们，可以吧？那中世纪后期的想法是1234，什么是1234呢？就是说，我们天主教说，我们要靠恩典得救，我们要靠恩典得救，
但是中世纪后期呢，这些神学家的想法就是说，那神为什么要给你恩典呢、啊、神为什么要给你恩典？那么多人，神为什么要接纳你成为我的儿子啊？那么多人，有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还没有听到福音，什么都没有听到，但是呢，他已经心里面感觉什么，好像我们中国一样，好不好？啊，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圣灵感动他，他就怎么样？他就努力的做到最好。但是他努力做到最好呢，怎么做也是做得不好，又没有恩典，怎么会做得好？没有人引导指导他，他为什么会做到？他一定做得不好。但是这个人呢，虽然没有指导，但是他还是就是尽量去做得好。所以呢，神就看他这个人，虽然他做得不好，但是看他的心还是蛮好的。所以呢，神就说，好，我就给你恩典，好不好？当这个人拿到恩典以后，他就要真的解释，拿到恩典以后他就要做得最好，这个时候他就能够拿到永生了，可以吗？所以呢，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思想呢，是一二三四，是包括第一在里面。首先没有恩典以前先有什么？没有恩典以前先有什么？行为，可以吗？所以第一是行为，第二是恩典，第三就是行为嘛，然后你就能够得救了。所以呢，这个比较复杂的中世纪的后期的时候所以这个教宗约翰保禄二世，他就这个有了这个教会合一的运动，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要推动与我们基督教有交流。交流呢不单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交流也是包括在神学上交流。但是他就发现了就是在交流里面，就是我们基督教就会一般来说就是批评天主教说，哎，你是靠功德得救的。他就说不是，我们也是靠恩典得救的，因为我们是二三四天主教，只是马丁路德反对的是一二三四，听明白没有？所以呢，我看哪本书呢，他讲的所谓马丁路德因信称义讲的就是要反对一二三四，但是二三四有反对吗？没有反对。我认为他所讲的是讲错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看什么因信称义，我看最主要先看这个作者是谁，不然看了一整天，就是哎呀，摸不着头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们要跟我们对话，所以他们要进行讲法啊。但是事实上，你看到吗？无论是一二三四跟二三四，其实是一样的，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不要太聪明，知道它是怎么分。我们只是要说，总而言之，你得救跟不得救，除了恩典以外，你还要什么？对不对？他说说，如果他说二三四，就三有行为嘛，对不对？那就不是了，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呢，无论是中世纪中期跟中世纪后期的所谓的救恩论，基本上是什么？一样的。你讲的很复杂，为的就是要对话，但是问的作为一个核心的问题，你就很简单就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除了救恩以后还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得救的？如果这个是靠功德的，那怎么样？那就是天主教的思想，可以吗？哇，最后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发现，哇，这个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就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要跟我们沟通啊，很努力啊。
好，我们再继续看了。现在呢是90年代的时候，因为这个行业的运动，我们就有一个阴性倡议的联合声明。啊，这个联合声明呢是1999年啊，也是10月31号发表的。为什么要一定要选这个10月31号呢？对，因为151710月31号宗教改革嘛，对不对？所以他选了这个10月31号，就是天主教的代表跟这个信义宗的代表，他们这个德国奥斯堡签署了一份文件。为什么要奥斯堡呢 ？Augsburg， 就是哪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审这个马丁路德，啊，但是当然他没有去开会，啊，他因为读书人太笨了，他还是早去开会。但是他在中途的时候，这个德国的这个国王啊，他就派人给这个马丁路德把他掳走，然后掳走把他收藏起来。为什么？因为政治的人很聪明，他知道你一进去开会，你怎么样？你就走不出来，啊！他说：“来来来，我们开会看看有什么不同相同的。”他说：“好，跟你讨论一下。”但是搞政治的人就知道不行，因为在100年前就是有一个约翰无师，听过没有？啊 ，John Hus， 啊 ，John Hus 也是讲阴性倡议的。100年前他就去，他从这个浙科走去罗马开会，一进门怎么样？就死了。已经有历史了，所以所以德国这个国王很聪明啊，他就把他掳走了，所以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500年前在奥斯堡审这个马丁路德吧，虽然他没有去，但是在哪里算判他是异端，所以就在这个地方里面签署这个一份的文件，这个文件叫做阴性倡议联合声明，这个文件就是表明双方怎么。放下历史的包袱，就说阴性倡议问题上什么基本的协议。所谓的基本协议不是他们是相同的，就是说大家开始理解你讲什么我讲什么，这个是好的。所以当然1999年出来的时候呢，有些人基督教里面有些人就说我们不要跟他谈，因为是另外一个宗教。有些人就说，有些福音派里面就说还是要谈，我个人认为还是要谈，为什么？就是刚才我的例子嘛，对话还是好过不对话，对不对？你对话还是大家能够有些可能有不同的，但是可能有些误会嘛，有些误会就是把这些误会散掉，然后不同的大家也明白不同嘛，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啊，不是。无论是什么宗教还是什么，虽然教义上他们是不得救的，但是还是什么，还是好人嘛，要什么，要对他好嘛，明白吗？就是这个是很重要啊。好，这份文件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他说人得救完全是从恩典开始，你看小心看啊，首先有什么联合声明啊？因为我们是234嘛，他们是224，我们是24嘛，他们是234嘛，所以这个讲的是对不对？这是讲了啊。全路跟我们念一下第15条。这个跟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是一模一样，但是你听过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你就知道，这是第一步是一样，第二步是不同，但是最起码我们还是怎么，我们还是他们所讲的唯独恩典，跟我们所讲的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后面就加一些东西。所以有上市的地方，所以这个联合声明是好的，这是让我们就是
最小我们就明白是因怎样的，然后对倡议的定义就不同了。我们的倡议是靠行为还是不靠行为？他们呢？靠，因为他们的倡议就是多久，他们的倡议就是倡议，那这个跟我们的定义就不同了。然后呢，天主教并非主张靠行为得救，这个也对，也不会，意思是说你不要误会天主教它是靠行为的，不是，他们是恩典以后加行为。所以联合声明的二十条啊，陈露念一下。对啊，不能，不是，都是靠恩典才来的啊。所以天德会议调立料其第一条说，若有人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出于人的本性还是因着律法的教导，不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得着神恩典的，而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这人怎么样？受诅咒。所以他就说跟我们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天主教不是靠行为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单单没有我们刚才所讲的背景，你看这个这一份的联合声明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什么呢？有些人发觉看到这个联合声明就是好像一样，不是的啊，有很多相似但是不是一样。基督教并非不重视信徒的生活行为，这个是我们要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一直批评我们是道德沦亡的宗教，他以为我们不注重这个行为、诚意、诚善，不是，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注重的，啊，我们还是注重的。我们只是说这个行为不是恩典跟这个人的行为跟恩典互相合作能拿到恩典，可以吗？我们所讲的行为不是说恩典跟善功结合起来拿恩典，我们所讲的所谓的行为是什么？是说这个人得救以后，行为不是因，行为是什么？是国，这个国信了以后，这个人怎么？他会改变，他心里面会改变，他心里面会慢慢会产生，因为信耶稣的人，圣灵会住在他心里面，他会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他提醒他要做的最好，这个这是最好了。好像犹大一样啊，犹大做得不好，但是他真的如果是悔改的，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去动工。好像彼得啊，他也是注重行为，只是说这个行为现在是靠恩典而做的，可以吗？所以行为好跟不好，行为啊好跟不好不是看行为的本身。天主教就以为啊，信了以后，靠恩典以后，就要看你做的合作嘛，就看你做的怎么样。如果你做的好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得救；如果你还是做的不好的，那怎么办？对不起，你不得救，明白吗？这是天主教的想法啊，但是对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对我们想法就说，你信了就怎么？你就得救了。行为是什么呢？行为好还是不好是什么确定的？行为好跟不好不是客观的角度去看的，行为好是不好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对，谁讲的？哦，讲得好，非常好啊，应该要加分的。啊，对对对对对，行为好。
好了，如果是这样，我就问小光吧。好，就是礼拜天去崇拜是好的行为吗？是功德吗？从基督教的角度去看，是功德吗？是好的行为，我没错，对不对？你回家跟小孩跟小如果有小孩了，跟别的小孩跟他换这个尿布是好的行为吗？好了，现在我们就说了，礼拜天在崇拜里面讲到，跟在家里面跟小孩换一个很臭很臭的尿片，哪个行为哪个行动比较神圣？哪个比较神圣？都很神圣，为什么呢？是不是每个同学都这样想啊？都神圣，工作不分贵贱。人其实从人的眼光去看是不同的，所以有些工作是比较神圣的，有些是比较职业也是一样嘛，就是我们说是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说某些工作是什么，对是我们都会影响啊，因为我们是人，好不好 啊这个是难免的，都是去看啊。但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为什么两样的都是好的善功，跟婴儿换尿布跟讲到都是可以是善功，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善功跟不善功不是看这个事情的本身，是看这个做善功的人他的心态，可以吗？所以有同学经常就问他说，慈济听过了慈济，他说我你们基督徒啊，就是做这个善功的事情啊，跟这个慈济怎么样相差很远了，这些佛教徒啊，哇，他们这是做的真是啊，然后这个有时候一切异端啊，一些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这些信徒他们规定了，就是每个信耶稣的人就怎么样，最起码要有一年的时间去传福音，叮咚叮咚啊，所以你听到一些带一些黑的牌的，对不对？他们就要去就是基本上是两年，但是最少就是一年，他们是连坐的，他们这些是善功吗？是善功吗？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不是善功。啊，为什么呢？因为善功跟不善功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你看吧，如果你讲到礼拜天讲到，你讲到侍奉的人，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很就是很愿意侍奉啊，他侍奉的原因是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他侍奉的态度就是因为我怎么我很棒，所以怎么我侍奉就代表什么我很棒，这个时候这个是善功吗？不是。所以讲到是侍奉好像是这个善功，但是也可以不是善功。如果他这个人讲到的不是为了神而做的，是为什么？对，我让你看到我这是怎么很棒啊，很不错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善功。所以呢，善功不善功是
从神的，也是跟这个苍蝇一样，就是马丁路德讲啊，都是这是从神这个角度去看。比如说这个换这个尿布，本来是很脏的，很味道，有些特别不好啊，但是你是做了小子身上，你是为了神而做的，这个微不足道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三公的原因是什么？明了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异端他去传福音，其实他去传福音是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做就怎么下地狱的？其实他要做善功吗？他根本不是做善功，他是为自己而做的。慈济的还是什么？我不是说人家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是人家拿到祝福非常好。但是完了以后，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工作他是为了要，其实他不是为人，为了爱人而做的。有些啊，他是什么？他要积功德，然后我才能什么？我才能立地成佛啊，我才能修炼成功啊。这个时候他是什么？其实他是自私的，明白哦？啊，不是本身这个事情，啊，本身对人是好就好，啊，但是呢，所以我们把这个善功呢，不是把它看作是因，是把它放在后面，把它看作是果，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是马丁路德里面的他所讲的。所以呢，我们所讲的得救不需要行为意思，我们的行为这个字呢，就我们说不需要行为，就给这个天主教误会我们是一个道德沦亡的宗教。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注重哪种的行为啊，我们注重是什么呢？我们注重是你得救以后，每个人他做任何的善功都需要，我们去要看他是坐在哪个人身上啊。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绝对不是道德沦亡的宗教，我们非常非常注重这个善功啊，非常注重。我们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律法，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人治罪，对不对？只是说这个律法最后啊，律法不能帮助我们得救，不能帮助我们长上，这个只是一个果的表现出来的这个果效啊。所以这份文件里面就是基督教并非不重视信徒的生活的行为，这个沟通蛮好，因为沟通以后就最起码就是让天主教明白我们的想法啊，我们的想法以后就不要误会我们不注重行为，不是，我们注重行为，只是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去看这个行为。可以吗？啊，所以解一份的联合的声明，大家表达一下是蛮好，就是让天主教明白我们的想法，要让我们就是明白他的想法。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要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和新教和天主教一